两种生药都拿到了吗？嗯，还好赶得上产期，一切都拜托婆婆你了。李安如说你在神殿某女花娘娘显灵召唤，是吗？其实神殿中的石像是巫后本人，也就是灵格失散多年的母亲，晚辈机缘巧遇才得知缘由，也算是替灵儿了却一番心愿。晚辈便在幻境中得到失落的水灵珠，我想这些都是娘娘在冥冥之中安排的吧。水灵珠，小鸟哥，你是从哪里找到的？这就不必再提起了，总不能告诉他是我爹当年我爹娘偷走的吧。哎，可是以前要怎么知道是他爹娘偷走的？这个我蛮好奇的。你要灵珠做什么？有水灵珠就可以解除干旱了啊。你知道灵珠的作文吗？我不知道。傻丫头，五灵珠的作文只有巫后娘娘才知道，而且也只有她的女儿能够继承这种力量。这些灵珠只等待他们真正的主人赵姑娘身子恢复后，就能重现光芒，让我们族人走出苦难的日子。嗯，生小娃娃怎么要那么久啊？快去厨房提热水来。是，马上来。小宝宝生出来了吗？还早嘞，你也别闲着，快过来帮忙。好。是个女儿，灵儿，你瞧，她长得好像你呢。我们的女儿将来一定是个大美人。对了，该替她取什么名字好呢？我想，就叫一如吧。李一如，嗯，好名字。这个孩子，等于是月如姐姐牺牲生命换来的。我希望月如姐姐在天之灵，能继续庇佑这孩子平安长大。妈，你给我抱抱嘛！妈，宝宝的头发是红色的耶。老婆婆，谢谢你，你的大恩大德，晚辈即使粉身碎骨，也不足以回报。现在谢我还早哩，等婆婆完成另一件事再谢我也不迟。哦，什么样的事？天机不可泄露，如果你真想谢我，就替我跑个腿吧。只要你吩咐的，我妹必定万死不辞。干嘛说那么严重？要不是婆婆我最近风湿犯的跑不动了，才要你替我跑个腿，走一趟试炼窟，替我收集36只傀儡虫。我的屋后有一条小径，沿着小径一直走，可以看到一处深谷，谷中贡土内毒虫遍布，这么巫蛊是精彩采集炼蛊药材之处。我要36只傀儡虫，东西早些可要尽快回来，千万不要贪功恋战。如果不小心被困在洞窟中，即用引路风脱身，莫要逞强。喂，等等，怎么见到人就打啊？你鬼鬼祟祟的跑到这里做什么？我这里不能来吗？来人可以，走人不行。哎，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？呀，我可是你们的白苗族的巫后女儿的相公。哎，竟然弄蛇咬我。
所以我后来就不把都带灵儿下去了。旧版的蝎子比较那个凶悍一点。OK。呀！五毒猪只是不会中毒而已啊。呀！每一个版本都可以带啊，新仙剑跟旧仙剑都可以带啊。好，我扁他了。呀！那我还不如装备那个金刚珠。这伤害，星星片消耗毒性一抗哦，那我就不用装备五毒猪了。啊，武器招远。再见。勇。亲子哪有必败啊？我打赢了、啊。带五毒猪反而受到更多毒气法术伤害，但是不会中啊、哦！真的假的？好，那我不装。统统给我住手！盖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为何对逍遥大哥动手？此人看见伪军机密，为了谨慎起见，所以属下必须将他请一下。咱们在这培养毒兽的事，可不能让外人知道啊！本来就可以打死啊！他是我和婆婆的朋友，你们不许对他无礼，而且是婆婆要他来这里的。是，竟然是深姑的朋友，那也是我族的朋友。阿努，盖将军是职责所在，这只是一场误会，大家把话说明白就没事了。逍遥哥，你有没有怎么样？哦，天哪，好关心哦，突然变好关心。我没什么，还好。小少主，你怎么跟这个汉人在一起？他可是有妻室的人呢，盖姐，你别管人家嘛。盖大姐，盖大姐，我来此地别无他意，此谷盛产傀儡虫，婆婆要我替她前来采集，还请大姐通融放行。哟，李公子这么说太客气了，你可是位大贵人呢。我等先前无知冒犯，还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才是。你打不死的话，你应该就没法过这段剧情了吧？不打扰你和小少主了，告辞了。你怎么也来了？我的女儿呢？小宝宝要妈妈抱才肯乖乖的，其他的抱着一直哭个不停。我又交给灵儿姐姐啦。对了，是婆婆要你来收集傀儡虫的吗？你刚刚不是在我旁边吗？是。要凑齐36只，这么多啊！奇怪，婆婆一次要这么多傀儡虫做什么？我也不清楚。总之，尽快完成老婆婆交代的事吧。啊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座洞穴我们称之为试炼之窟，里面栖息着非常巨大的毒虫毒兽，这个很可怕的地方。从前有许多巫蛊师深入洞内修炼蛊术。来证明自己的道行高深，所以因此而得名。传说在这洞窟最深处，有太古时代女娲娘娘的遗迹哦。遗迹，听说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人曾在洞窟深处发现女娲娘娘的陵墓。不过这也是传说而已，这世间之窟深不见底，要走到尽头之处根本是不可能的。可能啊，这个草丛有个宝物，一堆虫卵。然后嘞？好，我们走到第一个神殿，雷神殿。好，吸了雷神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水妖拿到了。Nice。风神，找到你了，风神。终于学到风神了。好，学到火神了。
我这是给阿努学的哈。好，三神殿，吸的三神，好，五个神都拿到了。好，快速偷傀儡虫，遇到这只蓝色的怪物，偷两次之后就逃跑，然后再重新遇一次，然后再重复偷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被我发现这招，那比较快，不用独挡。好，投完之后呢？哎，再逃掉，再遇，哎，碎，碎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感谢消息啊，太棒了。哦，我知道，带水银珠，懂。好，希望可以玩到月炉结局，点月炉。没反应，是正常的吗？不是GG的。啊，聚宝盆重新拿回来了，然后收集傀儡虫99只，触发月炉。你月炉病人的身躯似乎有一点寒意，一丝暖意，成功了。Yes， 好，你不多休养几天再走吗？我想去祭拜我娘亲。宁儿姑娘啊，你的母亲是白苗族人，而你的父亲是黑苗族的国王。于情于理，你都要尽力去化解这两族之间的仇恨。族人有难，我也不该坐视才对。可惜岁月不饶人，这把老骨头没这力气去拼命了。如今婆婆将一切希望放在你们几位年轻一辈的人身上，阿奴、李少侠，请你们一定要同心协力，帮助赵姑娘啊！这个字胆，晚辈晓得。阿奴会的。去吧，孩子寄放在我这，你们可以放心。走吧，我们到神殿去。哇！一如，不要去打坏人，你要乖乖的哦。只露出一个头。